点什么新鲜，我怎么随自己写，高兴就好，不是去享受晚年。你们操劳一辈子了，我们现在儿女啥都基本上，咱不说咱小日子，家小日子过得顺顺溜溜的，咱不说几天都挺好，对，都挺好的，挺好。就是我们长多大，就我们八十了，在你们面前不也是还是孩子？你们该管还得管。完了，等那个今年正好那个，他也考大学走了，那小啥家伙，完了之后咱们。可以说送他开上学前旅游去，溜达溜达农闲的什么啥事儿，咱上哪溜达溜达？这是你这坐着飞机的，我爸还没坐着飞机呢，直接领我爸坐着飞机去，是不是？敢不敢坐呀？这有啥不敢坐的？你能坐你爸？对，坐着飞机，咱们上南方溜溜，坐着高铁。咱们就是跟享受享受咱们现代化生活。你退休有点事儿。也就你愿干活，你看人那帮人都呆了。那行了，你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种地这个，你现在他就哎就是能干，但是我把活干好了，我肯定我能吃上饭。其实你们干什么，其实就是这个想法。我多干活，肯定能吃饱饭。真的，就是干活，就知道干活。嗯，要老这事儿，或者你爸都收拾不起。要光这事儿，我都不给他。啊？这事儿不行，你不行，你吃的不开。这门头干活。我爸，你也别生特意忌口，你这个吃点水果，吃点苹果。完了，像你现在一天干活，这运动量也够用，就是没事该吃肉吃肉。不愿意吃，你用哪肥肉吃？我爸可是，那要是专门也是，那有一点肥肉都得挑出来。下次再不再来，我再给你买点钙片回来。你买钙片还是？你上边买的？继续得吃。这你那男的钙片还这么些，你们都得吃，我们也得吃。你们岁数正，嗯，对，你们岁数吃正能补上。嗯。像往这个补上。不是，没啥事。就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少。不是，你说你爸还净骂喝水，净骂干这干那，他怎么血还能稠呢？我都血稠，我高血脂，我天天做，天天做，坚持住二十一天。你天天早上你吃完早饭，你往你那个走。对，是早上也行，是晚上也行，或者你上那儿去，你天天就走着去。就走去回来都哭了。就走着去。六多，我来一个。我也来一个。你来一个。对。嗯。早屯大夫给查了，有点血糖高，爸水果不吃了，啥都不吃了，是天就不吃。是那天在你那嘎查出来是没有血糖高，血糖不高，这回没事了。把那枕头吧，枕头高度降下来。降下来。不要跟这高枕头了。回来就降下来了。嗯。你就是一开始可能刚开始降下有点不习惯，你坚持一下吧。心中有爱的人，通过我们的节目都能够坚守真爱。不是这个还有啥？我那包里还有啥？一会儿给你拿去。啊，你拿东西茶我都没咋喝。现在爸不喝茶了，一想就喝那个什么泡水、煮水。嗯、蜂蜜啥不都有吗？有。你爸不干，人都就那苦，你都喝，我不喝。不是你蜂蜜咋的？你蜂蜜那个东西是好东西，人工上面的。嗯。熬两次去。你拿那个烧那个大红。嗯。一天弄一下子可不够你。多喝点行。现在自个喝，嗯、我不喝。就加一个你也得喝嘛，反正喝呗，加点蜂蜜一下呗，两根儿。